那天我们先聊一下，古天那一支拳打是中华队在今年赛史上第60，他当时是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，基本上可以说是那一支完就等于走比赛的局面。你会谈一下当下的打击策略跟后来的感想？当下因为落差10分嘛，那就想说先累积累爆，然后让后面的打者去做攻击。那刚好一好三坏的时候看到一颗比较甜的直球，那自己没有去做攻击。那两好三坏的时候又一样的球过来的话，我就毫不犹豫就把它挥出去。所以击出去的时候是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爽，对。没有哎，因为我基本上就是球上垒啦，然后刚好昨天状况也不错，看球的那种感觉都很好，所以我觉得打出来真的蛮开心的。赛后爸爸有跟你聊一下这个比赛的内容？没有哎，我还没跟他联络。对。对，因为球队其实野手也是都是继续抢攻嘛，那就是希望可以多打几个，先得分，然后让投手比较轻松一点去面对每一局。那昨天是比较落后的情况，可是我们野手还是一样没有放弃比赛，然后就是打到最后这样子，对。低调嘛，低调强，就是默默的做这样子的感觉。那就是我觉得外界对我的看法就是没有那么多怎么讲，话题。那基本上我就是做我自己嘛，因为从小在日本就是这样子过来的。那我希望就是能回来台湾，就是能替台湾尽一份心力这样子，对。我想第一场，然后大家难免会比较紧张。那我相信从经过昨天，相信明天会大家会更放得开，然后去迎接3连战这样子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